爷爷有事儿。啊，你上地窖啊！我不管你啊！你上地窖什么的？啊，警头呢？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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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什么吗？你上的药去，我带你上去。我们自个儿捡，可以上去。我们自个儿捡，你送去。你把东西给我收起来，收起来就可以上去。那我们自个儿捡，你送去行吗？行，录好了啊，录好了啊。现在给我卷起来，卷起来上楼去，谈去啊。来，行了。我第二次我再来，给你们说清楚啊。谁说的？给律师叫来。有律师说了，警察说我操你妈，谁说不违法？警察是爷爷，知道吗？律师是傻逼。录下来了吗？喊着睡觉了，去带他上楼去。好，卷。那我们这工作要不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回来就找他谈去，找劳动局，找法院。你不是有律师吗？找律师。这趟律师死了？没钱。谁说没钱啊？我们没钱。找律师，有免费律师，国家有免费律师。卷起来，来，放下，放下。你干嘛呢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嗯，你干嘛呢？你偷干啥呀？啊，你偷干嘛？谁让你拍的？不是你偷干啥呀？你干嘛呢？你偷干啥呀？你干嘛呢？我不干啥。你拍谁呢？我真你拍谁呢？你偷干啥呀？我推你啊！你拍谁呢？把手机给我看一眼。你就拍小视频干啥呀？你看一眼，看有没有啊？看一眼。不是，现在北京的话。